快看呐，他真的从旁边的孔里开始往外喷火了，你看。今天用这两个废铁罐子，我也来试着做一个柴火气化炉。带个小的铁盒，待会要放上木桶让它燃烧。这个底上需要打一些小孔让它通风。开始吧。密集恐惧症又犯了，基本上算是打孔完成了。接下来开始处理这个外壳。哎呀，孔总算是打完了。哎，还是土办法有用啊。哎呀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这终于装进去了。我给上面加了一个腿，这样的话做这小锅就比较合适一些了。啊，开烧，看看好不好引燃啊。多少真的从旁边的孔里开始往外喷火了，你看，我天，成功了！